三重区中山里内有座自来水加压站，长长的一大片围墙外，经常有民众是堆放垃圾。里长希望争取进行墙面彩绘，清除墙边的垃圾，让这里可以成为里内的打卡景点。长长一大片红砖墙壁，围墙里面是自来水加压站，墙边经常有民众堆放垃圾。里长郭静希望可以移除墙边的垃圾，同时争取经费进行彩绘。这个是自来水加压站的墙壁啦，啊，因为这个地方哦，被老百姓随时都乱丢垃圾，啊，而且那个抽量都乱排，啊，我想把请那个里永业议员哦来配合，把做整墙的那个墙面来做美化彩绘。新北市议员李翁月娥日前参加里内的活动，得知里长的想法之后，马上安排会刊，将在征得自来水加压站同意之后，尽快协调各单位协助。一个所在市容景观很重要，所以我有拜托里长第一点，爱自来水吼写同意书，对这个墙面吼要来甲彩绘。那第二点吼，我今天会争取经费给他，马上签合给他。然后啊，由我们里长吼，再由三重区公所来配合，把整个墙面吼来甲彩绘，安尼够卡水。里长希望届时可以广征各种设计图，让这里的墙面能够不同于一般常看到的彩绘，给中山里一个不一样的环境，成为热门的打卡景点。